接下来是美珍要带来什么呢？水管炸弹。就是听名字就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，还好专业会炸掉，听起来。因为呢，我真的觉得手机会偷听我们讲话，大家要讲秘密的时候，千万一定要离远一点。因为有一天呢，我老公就跟我说：“你不觉得我们家的水管都很堵塞吗？因为我们家是旧公寓嘛，所以用久的管线其实都蛮容易堵塞的。像我们洗完头，可能会有头发就会卡在像这样子那种排水孔上面。你家这个应该是贞子有在你家洗澡，这个我大概跟我女儿累积了一个星期。”没有，应该大家家里都会这样吧。然后或者是我们每天有煮菜嘛，然后煮菜其实我们有用那个网给它捞起来，但里面呢难不免还是有一些什么油渍啊，或者是屑屑啊、果皮在里面。所以呢，我跟老公讨论完之后呢，我的那个脸书就开始浮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广告。会这样啊？你只要把脸书的那个。要那个什么麦克风关掉就好了，我就是没有关，就被他偷听到了。对啊，对，然后就有这个广告，就是日本来的酵素，然后水管炸弹，就是可以，他的实验就是非常的神奇，就是像毛发还有这些那个果皮都可以让你溶解。我现在就要示范给大家看，会不会水管也溶解了？水管溶解了，水管直接爆炸。那我们可能要离远一点。但是因为它其实我有看一下它的成分，它其实是比较强碱的，所以大家建议大家操作的时候要戴手套。对，先把它拿出来。假设它已经堵塞在你家的水管里面，你要怎么清呢？还有白头发哎。一次一包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家里就是整包给它倒在那裡。对，它一次马桶也可以用哦。可以，这个可以使用。然后现在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你慢慢的那个玻璃杯会不会爆炸？把水倒下去不会，我在家里有试过。嗯，水加下去，然后它就会起泡，然后开始溶解。真的、哦，溶解。小姐，你看有没有发现那有一些细细的毛发已经浮起来了，在冒泡。然后它其实是有那个。起泡剂，所以它那个有一些挥发物，所以它会一直起泡，然后会让慢慢的溶解，但是这时候而且它会发热，所以其实操作的时候就要大人操作，要小心一点就可以了。那你在等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清这个？等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清一下，清一下我们另外一个，就是我们如果是厨房的水管啊，可能卡一些什么酱料啊、油渍啊、果皮啊，我们一样就是再来一包，再来一包，倒进去以后呢，一样。加水，我们就把它加水就可以了。要不要一般的水就可以了？保持 U 型，轻轻的加，慢慢的加，慢慢加，让它慢慢的溶解。它从你手那边露出来了，真的吗？嘿，这样子。嘿，为什么要慢一点？因为它上面是阻塞的啦，所以要慢一点。让它有时间让它消痛啊，还有一些分解的东西让它有。融化这样，它管子怎样会消失一样？我也觉得，对啊，那管子会不会就这样一个管子是不至于它消失，但是有一点发热啊，哦，发热很烫吗？会啊，然后慢慢，它现在在慢慢的在融，对。你看头发那个已经没了呢，哎，好好，愉快。法菜汤，法这个实验是你们的做的有一点不太对，哎，怎么说？因为它用的是一般的水，你要用热水哦，是不是？40-60度的水，那个头发大概。不到5秒就不见了。啊，其实他刚刚有讲说那个是强碱嘛，强酸强碱都会伤害我们的管路。对，是。他要怎么分辨？很简单，你在溶头发的时候，如果有闻到臭味，那就是强酸强碱。就尽量不要用在软的水管上面，就会损失掉。对，当然第一次用绝对不会一次就坏了啊。他用给你看，当然不哦，这个可以用哦。用一次当然不可能会坏，长期服。你如果用个2-3次，它可能水管就会破掉。哦，原来。好，经过正能量叫麦哥呢提醒呢，我觉得我们要加热水，一定爱配温开水。嘿，那我们现在就再做一次，因为这是刚才剩余的有一些头发。对，那现在把粉加进去之后，要用热水哦，但是你加的时候要慢慢加，小心小心哦。对对，加热水不要一次加太多。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先泡一下，观察一下。有没有看到它在冒？可以再加，可以再加，可以再加，再加。哦，紧张，再加，可以再加。有没有看到？没了。它里面一直在作用。哇，没了，没了，好快哦！现在你如果有滤网的话，滤。你把那个水滤出来，基本上头发不见了。哦，那都被溶解了。搅拌一下，又有味道哎。夹不到了啦，夹不到了。小心你的手，真的耶。你会不会下去？等一下夹子也不见了。手指没有那么厉害啊。
所以其实是要用热水啦。当然现在目前闻起来是还好啦，还好，对对对。那也要小心，就是说在使用这个时候可能会伤到你家的光线。要戴手套，然后要保持距离这样。但是这是不是跟您刚刚萧法官也问了一个问题，这是不是跟我们一般什么热是一样的？对，擦热。其实都差不多啦，但是 他一定会讲说可以溶很多东西啦，但有机物质都是可以的，像油脂啦，毛发类的可以，但是你如果一颗苹果掉下去马桶里面，那真的那溶不掉啦，它一定还是会塞的啦。OK， 了解。到底为什么苹果会在马桶？没有啦，一般这种东西就是平常要做保养，你平常就要去固定时间去清洁你的水管，不然你等到你真的塞住了，你一次给它倒一箱下去也没有用。是，好的 ，OK， 这个只是使用方式要注意一下，然后安全性而已啊。谢谢美珍。